大家好，我是 Architecture。 那我们今天用乌克丽丽来弹一首从小到大都有听过的歌曲，叫做《爱的真谛》。那这首从小其实在弹唱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感觉，那纯粹只是觉得它是一首好像旋律蛮好听的歌。那长大慢慢去看歌词才觉得好像蛮有意思的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，爱是不嫉妒。那这首歌在 Architecture 的书上的第六堂课有。好，那很单纯，右手就是用民谣摇滚，嘣哒哒哒哒哒，嘣哒哒哒哒哒。那民谣摇滚这个节奏，算是一种万用的一个刷法。它弹慢的时候，可以去唱一些很简单的抒情歌。那弹快的时候又可以变得很轻快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必练的一个节奏。好，那左手的话很简单，左手的话，这首歌从头到尾就有三个和弦，第一个是 F， 第二个是 G minor， 第三个是 C7， 很简单，第一弦第一个。好，再回到 F， 好，从头到尾都不变。那一个和弦刷一次，这样就可以把整首歌都唱出来，蛮好听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弹整首看看咯。一二三四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这首歌是《爱的真谛》。